同学们，我们真的来到最后一个部分了，就是这个。那我们这个呢，就用这个方式，上一次我们学的用水彩的方式加上这个技巧，所以蜡笔、铅笔、水彩。好，现在我们做最后一个部分了，只要找任何一个刮刀或者可以刮的东西，老师用这个、哦、就可以来刮了。好，这个已经开始自己掉了。